说一个故事来听啊，说一个白国的。没问题啊，你要听哪一国的？法国的、西班牙的、加拿大的？你都知道？给开个玩笑，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我哪里知道？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事，朝鲜的、苏联的、阿尔巴尼亚的。祖先是60年代的好吗？至少又看不完你书，只可惜那个时候太小了，看不懂。等我现在长大了能看懂的时候，又碰上了破四旧，所以书少了。我就认识一个知青，他那儿就有好多禁书。哪一个？是呀，他亲口跟我讲的。